和苏瑞文校长啊，那么承蒙他在1975年，参加了中华民国儿童美术教育学会的理事会，因此我们结缘了相当好。那么，我们知道他处事啊非常的热心，那么也是一位非常美学方面非常受肯定的一位艺术工作者，也是一位杰出的一位校长。那么他在师范学校的时候是受到了我们水彩大师啊李泽藩大师的一个引导跟教学啊，所以他能够把不透明水彩完美的把它学习，因此他在创作的水彩的一个特征啊，那么充分的把它表现出来。这一次他在新竹县美术馆是受到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啊的一个邀请啊，那么因为每年呢、他有选拔了两位优秀的一个艺术家来做一个新传的一个展示，是有水彩、油画和书画西画的一个绘画特征啊，那么充分的把它表达出来。那么书画来看，因为他这个书法是我们肯定他在国内啊相当有名的一位书法家，或者是文采啊，我们都感觉得非常受到了肯定。所以因此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位非常那么热心从事绘画创作的一个工作者，也是一个美术教育那么非常卓越的一个美术教育家。那么我们相信啊，这一次的展出会受到各界的一个肯定，我们也祝福他这一次的画展成功。在1991年李泽藩美术馆的第五次邀请展邀请苏彦伦校长在本馆展出。那一次的展览，苏校长提供了三大项的主题，一个是台湾乡间的风景，一个是大陆的风光，另外有国外的风景，一共有29幅的作品。那苏校长并且在每幅作品题诗，诗画对照欣赏，使得观众深入创作者的情思。去年的12月，李泽藩美术馆为了庆祝李泽藩美术馆成立20周年，特别跟新竹教育大学合作，在新竹教育大学的竹师艺术空间办了一次大型的展览。这个展览呢，邀请了李泽藩教授杰出的学生，每人提供2幅作品，跟着李泽藩的几件作品共同展出。在这个展览里边，苏校长提供了2幅作品参加展览，一幅是金针花海，另外一幅是阳光海港，都很吸引人注意，显示苏校长近年来努力不懈的成果。艺术家新传展展出他100多幅的作品，在这里苏校长展出成功，我想先父一定也觉得很欣慰。苏彦伦校长是我新竹师范的时候的高我2届的学长，我也喜欢美术。那时候李泽藩老师好像有告诉我们说，这个美术教室就是学长苏校长管理，李老师是学校派他大概管理这间教室吧，但实际的管理人其实是苏校长。那个时间呢，常常去逛美术教室，是我的偶像啊，一直到现在。
那我很喜欢苏校长当时的作品，我记得有一幅作品是土黄色的花瓶，直筒式，上面有几朵玫瑰花，还有几朵小花。更钦佩的是他把桌面那种踏实感画得非常棒，那土黄色的色调的桌面上掉了几片的玫瑰花跟那个小花小叶子，到现在我印象还很深刻。前几天呢，我才拜访苏校长的家，到了庭院，书香世家的一个况味。那一个窗明几净是让我喜爱羡慕。如果李哲怀老师也看到他现在这个家，他会说就是这样啊，我们再叫他乖告诉啊。那一个窗明几净更让我回忆到当时的那个台湾有名的美术教师。2002年吧，十几年前呢、苏校长被李哲怀美术馆邀请到这个美术馆做3个月的展览，整个展览从规划、安排、试排啊、写文章，到了展出以及校长的演讲，都让我注意到校长作为校长、作为艺术家、作为画家的那种两个不同层次的一个典范。这种典范呢，让我想起他从以前到现在，真的就是一个守时、负责、淳朴、实在的人。苏彦琼校长的身上，我看到了这种。我就用空间是造成艺术的天华，诚恳是成就艺术的保障，来祝贺苏彦琼校长的画展顺利。为什么写这个香字呢？书香、墨香，在一个家庭里面，麻烦香，可以代代相传。书香、墨香，在这里，我每一个人啊，这个香字很多用途。菜根香也香，花也香，果树也香，啊，当然友情更香。这箱子可以。这只比干老是从镇西走拿回来的哈，啊，那个鬃毛是留了30多年。有一天我去苏校长家里哈，看到他正在写大字，写的那么漂亮，我就赠送给苏校长，做一支大大字的笔，写的祝他成功，是不是？谢谢谢谢，这是独一无二。这个鬃呢，是我早起。早前在用的，看了苏校长在写大毛笔的时候，这可以留下来给苏校长分享，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各位亲朋好友，以及我亲爱的家人，因为有你们的奉献和牺牲，才让我能够站在这里举办新竹县优秀艺术家飞燕传香的
书画展。我在教育界工作了42年才退休，在桃李迎春风的喜悦中奉献我们的爱，想要共筑理想国度的美好未来，我们一直努力不懈。我在这里啊，同时要感谢儿童美术教育工作上40多年来追随吴理事长、吴校长、龙荣兄评审和推广的工作，由于他的指导让我学习不少，也要感谢李泽藩美术馆李馆长季梅博士，在我退休那年，民国91年，他邀请我在恩师李泽藩美术馆举办第5次的邀请展，很多教授前辈他们帮我挂画，帮我布置，他们充分传承了恩师伟大的教育大爱，让我终身难忘。同时啊，我这次的画展《飞燕传香》，这4个大字承蒙蔡教授书法家写得苍劲有力，是我学习的对象。我一直在欣赏这4个字飞燕传香，不止苍劲有力，而蕴含着无限的情感。我在这里啊，也特别一并致谢。最后，我要祝福各位长官、贵宾、亲朋好友，在座的所有好朋友，你们是我的贵人。我祝福你们永永远远平安健康，家庭幸福。谢谢各位。